各位空中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克中张医师，啊，真欢迎咱今日搁伫台湾的心情，甲咱空中见面。今日张医师伫台湾的心情，要甲咱来回顾这几礼拜来咱台湾所发生、所看到、所听到台湾事、台湾情。咱看到小英即马啊，已经进入备战状态了。哦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啊，经济一定要起色，至少要比那个633跳票的马英九啊做出来的成绩更加亮丽。所以小英在最近跟半导体的产业啊，底下有对话吼，希望来组成台湾队来拍国际杯啦。哦，这款产业嘛，使拍国际杯呢，因为咱台湾的IC 啦吼，晶圆这款的产品啊，属于智慧啊，这款老好的物件，实在讲起来是比即马东南亚任何国家拢较进步，所以咱才有法度开出台湾的品牌哦，亲像迄电脑 Acer 这种的哦，像张忠谋因所做的啊，这款半导体的产业，咱伫小英即马也个。还未就任哦，即嘛是干呐？或者啊 ，President elect 就是个已经选到的总统，哦，还未就任进前，伊都爱听产业的声音。哦，产业该提出讲，产学研发桂冠联盟，就是产业加这个学术机构研发的桂冠，桂冠就是啊，世界运动会吼，人讲。啊，叫做奥运会啦吼，伊那有得奖第一名，他个顶会使第一顶桂冠。哦，迄、那个桂冠的意思讲第一名的啦吼，大家拢要拍第一名的，迄款联盟。哦，这款联盟是由企业啦、政府共同出资来支持人才啦。哦，嘛在攻读半导体的破除效益呢，你知影？伫民进党因较特殊的一个啊过去。执政的这些立法委员吼，啊，因这款团队嘛，别使讲因执政啦，都是立法委员是选掉了吼，选掉立法委员，因这款团队因啊招募一寡助理，迄、那个助理呢，那是爱啊领啊立法院的钱啊，互因去研究这些条款啊，这款的情形有诶较好诶，立迄个做助理。对，要求伊个头家，迄、那个立法委员去读博士班。哦，你若无阁求进步，你若无阁伫多一款个专业，阁较安尼有迄个学术个基础，将来阮只要第二个人，要第二个，第二人有已经是博士班呢，第二个人已经是真用个呢。啊，你头家无比阮较用，我嘛无面子，我嘛希望这头家是会用啊有 upgrade， 就是。进化、进电，搁较好诶！哦，这就是过去啊，民进党因诶迄款风气啦吼。啊，这款风气造成真好。哦，像即马要设立桂冠联盟，哦，就是学术团体啊，加产业团体，哦啊，来栽培这人才。哇、哦啊，这款呢对蔡英文这个博士诶，真有兴趣了吼、哦，因为家己嘛是经过。读个康奈尔大学的硕士，然后读个英国政经学院的博士，哦，属于政治跟经济的博士，所以伊知影，真知影讲产经还是讲产学、产业加学术团体结合是真要紧的吼、哦。啊，这咱嘛寄望伊会成功。哦，伫最近伊所推出、所努力的啊，伫经济上，希望将来迈过落入去。讲迄款安尼 GDP 拢无都保一哦，迄款的 BI 啦吼。啊，咱看到，即马，有真侪民进党啊，特别对小英的打击哦，像讲小英啊，啊你那啊以前咪马英九讲啊，总统阁兼党主席啊，这规划拢放弃啊，啊你家己有安尼个咩？啊你那即个你嘛要？兼党主席，哦，这样代志讲开话头长，因为民进党是一个啊，或者
集体领导的党啦，伊较唔是亲像中国国民党吼，中国党因迄款的是啊集权的啦，哦，那讲独裁，所以以前对蒋介石啊、蒋经国以来，哦，包括像说李登辉也是，嘛是拢爱啊，一定爱总统兼党主席吼，啊，讲迄是伫因的，迄个说党内底党章内底，哦，有规定。哦，总统都是当人当主席，是去到马英九这了尾啊，伊再哦讲创甲无好，选举拢败哦，对啊，迄、个做准年哦，而且的选举一直到今年的选举，拢总是兵败如山倒。啊，这款情形下面，当然啦、啊，你来失去这个当主席，唔再有机会和这个朱立伦人家的人吼、哦、来胜，啊，佮即个啊，造化都好。洪秀柱啦、啊，哦，黄明慧因家人来算，无哪个叫因个党章是总统都爱兼党主席吼、哦，啊，这是互你显现出讲，应该是老家呢，老家杀，和迄个失职的总统无机会阁倒来兼党主席吼、哦，啊，民进党你以前甲国民党安尼骂，谁啊？你家己即马要安尼做，你安尼做，敢规划拢放弃，还是讲敢？诶，袂讲家己打脸家己啦吼，当然这样代志啊，咱在啊照实际落去甲分析，民进党伊甲中国国民党、中国党无共款哦。你也知影，向村的马英九团队哦，因都是伫国民党，因拢总是组织真严密的一款政党哦，有中央有迄个做掌握迄个资源嘛。啊！因拢伫个哦，敢若是拜三还是拜四，弄一个中常会。中常会了，因党内底决定，啥物人要做经济部长，啥人要做财政部长，迄款的人事命令拢是伫因的中常会。所以，足是记者拢伫迄个时间拢爱好轻佻的啊，得到第一线的消息吼、哦。啊，因哪呢？因选举时，各有资源会使去买票，啊，各有条啊卡。迄条卡为着遐钱吼、哦，不管伊买的方法。是直接提钱给你，还是跟你约束用品的？哦，还是安尼？哦，总是袂使去用掠到啦，即马掠到拢害。以前唔是，以前是大数据去买票吼、哦。像即款呢，就是中国党因过去吼、哦，差不多讲啊，拢总爱有党来出面，所以党政不分啦，党政不分。哦、啊，你政治就无一定爱依赖伊个政党嘛，所以造成地方的派系拢爱听中央的命令。哦、就算无迄款当家的人，政党嘛足稳定诶。民进党无共，伊虽然调整嘛，真歹拍倒中国国民党。哦，啊，当然啦，到马英九是这时候做一个表面上好看头、红啊头好，但是伊无多控制遐大路，所以因内底卖讲大路、中路、小路，只要年纪比较侪吼。对，引起内斗、斗争，斗到因的党就要解体，哦，啊，但是民进党那未解体哦，伊个是派系联名，哦，咱知影蔡英文积极促使和迄个派系稳定，哦，你有啥物新潮流，有啥物啊，啥物派吼，遐、哦、派甲遐流，拢总是民进党现在已经存在，啊，你呐，即届蔡英文呐选到总统。伊照过去的例，就安宣布讲，哦，伊就安哦，先讲啊，啊，功不在我，所以就退出民进党的党主席。我咧讲，民进党干呐要抢哦，再派系再流，抢咧到底，家己都散去啊，家己都内斗啊，都抬甲见骨。你咪想讲阿扁啊，迄个时阵，阿扁啊开始的时嘛无减呢，嘛毋是党主席，都是总统阿扁呢。但是我也发现不塞哦，迄内底吼，当初说甲阿扁啊做总统诶，各唱各的好，大家拢刷头出来咧。阿扁啊算是中央啊，变好律师才加入面咧，伊毋是冲动诶。那么叫冲动来讲，哦，搁较侪遐神拜哦，包括谢中廷等等，讲话拢比较大声。伫即款情形下面，阿扁啊做总统，毋啊去互中国党掠下掠手。佫叫家己的党在遐哩，安尼悲歌在遐哩吼，买个累，你知影无？
阿扁也使有够可怜，向阵去往安尼累的啦。所以惊系安尼啦。小英伊即话就是惊，啊，佫一项，小英即个民进党是受到民众来个杀入去，唔是受到因的党呢，民意则是民进党成功的原因呢。因的党员才几个，因党员投予小英的票，迄、那个拍身啦，确实人民，所以人民是小英管理的来源。小英的权力来源不是只会选择总统，也肯定以做党主席那种的权力的来源，要让他们的党自己不去分裂，不去内斗，所以他不得不、做出那关公，本来他也讲批评啊，但是批评那个中国党，他的内涵他的内容不一样嘛，那是一个很可恶、很自私的、无人性的党嘛，但是民主党不是呢，小英是来自人民管理来个授权，所以你不管如何，你小英伊有这个义务啦，打去台湾这里打，所以咱免阁叫中国党来在你家人底里跳舞，底里起舞，咱做咱的，因为你若做了到党主席兼。总统还是总统兼党主席，这拢是共一项代志啦，是替台湾人来做代志。啊，哪要认真讲开吼，政党政治，你也亲像美国安尼，共和党也是民主党，你甲支持的遐党员选举了就解散呢？这个新式的政党是爱做个安尼，选举了爱解散，所以你普通时啊，你去美国问讲啊，你是倒一党的？因为是袂记呢，伊即届支持民主党，后届会使支持共和党，叫因所爱，支持个选举了，按照主人无迄、个个有存在迄个党的必要，是为了选举的物件尔吼，迄、个选举的一个啊，敢若工具。所以咱台湾希望有一天啦吼，咱大家拢唔免看因什么党什么派，像丁医师来讲。啊，不是因民进党，啊，不是民进党员，一世人也无嫁过民进党，但是咱家己签家己讲，比恁民进党搁较民进党吼，这就是啊，咱的立场哦。啊，以前代代的历史学教授吼，戴钦进博士有甲咱讲出来讲，立法院讲要修什么量化啦，什么条例有诶无诶吼，想要用量化，你著两国就好啊。国家国的关系啦，迄个是啥？就是遐个大佬家己吼，无欺骗你，真正用民进党的党纲内底，就是建立独立的台湾民主共和国。啊，这就是国嘛，国对国，台湾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啊，阿辉啊，阿辉贝亚斯嘛是特殊的国家国的关系，但是。人奈唔敢，都、就是无迄个好大敢冲诶！今仔咱嘛爱俄罗这个啊时代力量，人至少讲我支持台湾台独，台湾独立，我支持台独，迄、那个弗雷迪林长恒也看法，也讲法嘛，老实讲，人叫我啊，你都免老实讲较济，但是少年人就是安尼啊，过去你看高山啊，这邓庆平教授伊讲，高山啊，你要食物件是嘛要提。企啊，细细的，啊，企啊，细有危险呢，去让人看到，人家欺负的，人家吃的，安怎？但是敢去的都是少年的，少年敢去细，年轻，啊，有冒险的精神，细到到底，把车搞看，伊讲无代志，伊嘛去细，细到尾来遐大佬，啊，买去细呢，物件细细，伊嘛可能有迄个知识，讲啊，食食的较袂漏塞啊啥啦吼，所以才变作一个习惯，习惯是 custom 料。想要变作啊，一个跟他讲 habit 一种的习惯了 habit 习惯是好的习惯你就知影讲啊，这个爱戴手帕啊，加剪指甲过去咱读国校也是老师会检查，我唔知即卖有安尼无以前我呢手帕爱编叠，迄时候咱的迄裤衫的底啊手都爱轻轻甲老师甲你晨间检查。卫生检查呢吼，迄个种 custom
哦，伊后来变作好的习惯，开始是一个 habit， 哦，迄个 habit 就是讲爱清洁啦，爱安怎，然后初十五爱安怎，哦，爱在拜拜烧香，爱香炉爱跳王，哦，古约圣经内底嘛是安尼哦。哦，你要敬拜的时候，你来买真侪许说下香吼，啊，甲跳王，哦，香炉跳王，香炉哪路王呢？就是王宫的烧王尊，哇，细菌都叫烧死。哦，你火你烧，哦，你敬拜的时候，香烟袅袅，拢自然会甲遐病虫害哦拍无去，所以过去就安尼留落来，一种哦爱用火来献祭，用火来表示吼崇拜。迄款，所以有拜火教、仙教迄款宗教的形成。但是不管如何，这物件一旦变作 custom， 咱讲说习俗啦，伊对 habit 一个好的习惯累积起来的经验变作 habit， 迄 habit 少年老的拢爱学。哦，初一十五哦，都爱安怎敬拜，都爱安尼沐浴斋戒吼。这样自然变作一种好的 custom， 哦，好的习惯噶。一个你要做爱节日咯，哦，然后更加提升就变成 morality 就是咱的道德啦吼，到个道德，更加比更加高的层次就是 ethic 就是咱讲伦理，哦，这款伦理，伫人的世界、动物的世界，嘛是有，你看狗王，狗王吼坐到遐，狗母啊，甲伊的小三伫边啊，对个服侍，哦，多一只伊相爱，迄只就去个。礼貌啦，礼貌，人讲你掠杀母吼，无遐侪杀母啦。礼貌啊，礼貌意思就是尊敬，对于一种的肯定吼，对于一种的崇拜。这动物的世界跟人的世界，咱拢是安尼进化来嘛吼。所以台湾要对中国的这什么两国的吼协议监督条例法制化的问题，你要甲去国家化，要用两化这两字的模式来定。定位中国内部的内政的问题，这种便宜啊！两岸是跟他讲中国的内政呢？啊，你讲两国，你照咱本来因民进党的党纲内底迄种精神，包括李登辉前总统特殊的国甲国的关系啊，这个起草啊写这个文章都是蔡英文嘛？以前蔡英文伫李登辉伊的团队内底都是专门写这款的。台湾跟中国的关系，哦，所以这虽然美国大佬都还在跟咱插手了吼，都还在跟咱安尼安尼生来生去，啊，你不得不这样比赛宣布，啊，卖宣布嘛，咱都会使做，卖去讲，哦，这大家拢要学嘛，哦，咱做来去做，卖去讲，啊，这就是讲爱好小英这个啊，做政治的智慧啦，政治的智慧不是非黑即白啦，哦，有时啊都要亲像兼任党主席。同款意思嘛，你也使骂人，但是即马那同款，但是你也知内涵无同嘛。内涵无同的是人民啊，甲你支持，你免惊啦，做你去做，哦，做你去做，你拢唔免管中国党迄边，迄边是小党啊，即马伊无讲话无力啦，投票嘛无力，哦，是敢那真扯啦，扯讲恁这个洋药啊，选迄招委，中间讲会投错票啦，啊，这啥这也不是菜鸟啊，这已经做基金过的人啊，哪会过安尼？所以吼、哦，有时咱人无够啦。不管伊是忽略、紧张、赶紧，也想转对家己去，还是讲真正是有人安尼买修吼，要甲啊老建国修理啊啥吼，迄因兜代志啦。但是不管如何吼、哦，这是真无彩。你啊加输一票，咱都要加偌麻烦嘞。交委你会使摆案件，你会使吼，就像陈其迈甲迄个啊高雄的迄、那个。哦，黄昭顺在咧乱，两个在咧搭水果，就是讲谁人要先败，你看败的迄款哦，顺序就有关系嘛，大家嘛拢咧争取吼。啊，咱看最近哇，流感嘛，啥真正互张医师预料着。伫过年前，我一直讲好心哦，你着紧去做，开钱做毛计达，啥物爱去做，都是先预防嘛。你若无先甲预防起来，真正。即个你也看卖啊，所有的病院吼已经无够迄叶克膜呢，叶克膜迄款物件，更是有道通用呢。有足侪病院实在是有啦，都无迄个团队通好用啊。迄是爱科批，哦，柯文哲伊迄款训练出来迄款团队，有经验才会使甲咱的血捧出来外口。
伫外口循环，然后等到这个人吼救起来了，吼、哦、无变化成了，再把这个血佫膨脱转来，即款呢中间爱考虑的血引起的所有的问题，哦，会变作血管啊袂，啊会造成安怎袂，迄种足大的学问，啊，即款学问就是要有 SOP， 就是款标准的执行的迄款方法，啊，即款物件都是科比上内行的。哦，伊伫急诊室做主任的是专门咧推广这個，啊，但是你若有法度甲这物件，即马话一声，足侪人因为无住来得到这个流感，而且已经死遐侪人，啊，你个无法度啊来伫遐啊分配遐叫做责任医院，哦，加在啦吼，即个已经有甲责任医院分出來，哦，咱中部地区就是永中啊甲。中国医药大学的附属病院，哦，啊，咱南部基地病院、台南私立病院，即摆叫做部立卫生福利部部立病院吼，像即款呢，然后即款讲真正烧袂退，超过四五天啊吼，啊，佫扫袂煞，甚至佫有漏塞，啊，你来怀疑 A 型流感，啊，那唔是，敢那类流感啦吼，敢那一般的流感啦吼，啊，是讲啊，咱普通的啊伤风感冒，虽然买烧。买几礼拜起起落落，但是伊都袂好肺，咱的气啊，袂好咱，咱讲哦，迄款水肿啦吼，内底袂水积起咧，啊袂变成浸润 infiltration， 嘛袂变作纤维化 fibrosis， 迄种免去用着，啊，起码大家拢是一窝蜂啦，一窝蜂吼，实在讲开，这款病吼，99%拢是伫个基层的病因诊所都会使解决的。哦，啊！你就袂怎么做？走去大病，啊！大病医生就你无人通好来轮啦吼，啊！佮安尼无下手啊，就爱顾遐动静诶，啊！佮爱应付者，普通时看较暗时10点就会煞，即下使看较12点，实在有够可怜啦吼！像即款情形下面，佮拄着即个啊，劳保局诶，即爿票，即爿号做健保局、健保署啦吼，佮个病院刁难呢，喂，啊！即个月你来看病。加偌济啊，加出来伊就甲你扣，甲你放大来，甲你拍车啊！哦，啊，即款呢无人性，诶，即款制度嘛，请即马小英的团队，恁就好好去监督啊！因为真济人是安尼，一向今仔日譬如讲老塞头，哦，啊，明仔日煞变做扫尾煞，后日煞变做肺炎，即个物件拢有可能每工无人管，哎，每工都来找医生，啊，安尼一礼拜就看3-4次去啊！啊，够剩3礼拜呢，啊，够加看3次啊，啊，就病啊，超过7次哦，伊就甲你扣，这个无什么理由的，就按这健保数就是甲你放大，啊，那是无甲你放大，福气，互你看7次以来伊无甲你了，啊，即卖呢，你本来这个月做30万，因为流感还是类流感的人较侪，这个月做50万，迄、那个加出来。20万无合理呢，因为啥总额预算，因为大家病院大家拢无用，大家拢加出来对无？总额我要合理30就30，你看100的30，看200的嘛30，要收啊点数就减去呢，一点是一块呢，一点会变成0.65呢，有一届个0.45，所以这就是这款无人性的制度哦，来自迄款病人的危机啊，医生在你服务的中间。我甲你扯后腿，啊、哦，所以这吼、哦，加在啦，即个有林静怡医师吼，张医师这个学妹啊，去啊入去小英的团队，做伊妇女部主任啊，即个个伫啊部分区内底做立法委员啊，最近嘛常常上啊政论台吼、哦、做名嘴啊，底下啊底下咧做医疗政策的辩护哦，啊这内底你听足简单嘛，伊讲话足清楚的哦，以前。啊！伊咧做学生的时候，张医师嘛捌教过吼，所以伊拢会搞叫老师啦吼。啊，这嘛是咱欢喜的所在，青出于蓝，更胜于蓝吼。咱教出来学生，今仔日发到做个啊，这个立委，佫是做卫生福利部的，我专门咧管制这个区域。咱希望伊伫迄内底会清楚，伫迄内底哦所要求的这个、啊执政团队爱安怎改，改改好这个健保，靠人性化。哦，该动去，你也许说汇率爱去就爱去，该动爱安怎，你袂使拢急一个决，亲像过去中国动安尼所用的，啊，就大遐
甲这医疗人员用伊血管来换这个健康，啊，不也是换这医疗人员差不多，啊，家己煞无健康去，哦，所以医生那认真拍片的医生哦，外科减十岁诶，迄个说岁数呢，啊，内科系统才减五岁，都是比一般人较超，伊个人安怎保卫生命或者卫生啦吼，家己煞无多卫生保卫家己的生命。哦，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啦吼。但是当然啦，咱希望各国来哦，有迄款无共款的团队哦啊，因甲过去迄、那个安尼拢总是安尼，那讲啥讲虚应故事，虚应故事就讲啊，有啊，我有咧做，我有咧做啊，我咧做都无认真做啊。讲我那都是领薪水啊，哦，伊若无啥物代志上好，会用安全退休领迄个终身俸哦，不管18%就要改做12%。安尼也都倒单，哦，我咧讲，迄若无做会死哦，无做会死哦，即嘛是已经甲讲价呢。你若无甲18%先降来12%，12%过过来降8%，甚至4%，咱嘛感觉有迄个需要，因为即嘛利率已经低于一嘛，哦，日本已经是负利率了嘛，无法度互你利息高，都爱开钱拜托哦，银行甲咱保管钱，即款年代已经来临嘛。你不讲你18%，哎呦，早晚会倒，你早晚会变作死啦，早晚变作我说啊，人讲说罗马、意大利这款国家去，一就是公务人员太好贵嘛，哦，广告人员我别领一款，当然是1995年以前啦，吼、哦，照18%啦，哦，95年以后无遐好，又限制700万内底有偌济安怎怎类似安尼啦，但是遐无够啦吼、哦，明明知影讲这会倒的。咱袂使，和咱的子子孙吃亏，起码都要坚持哦，绝对袂使好倒哦，这是真要紧的一个概念。啊，咱看这个中国党的党产哦，即马咧投票啊吼，不管如何啦吼，伊信从那信徒，但是伊若讲要买，嘛是会使买啦。哦，啊是将他买了以后，你爱甲告讲伊做个违法啥啥啥，不如跟接这个政权，接政权的是你会使安怎甲动。讲这个提出一个案，都、就是禁止移转哦，甲这款东山禁止移转，都跟他讲，你那是去用多少啊？人家你假扣押哦，明明暗时真正扣啊，但是先提10%的效益哦，看是偌侪钱，先甲你的不动产还是你的现金甲你假扣押，然后你就未使叮当呢？你来甲这个偷了以后，你才使叮当。啊，这款呢，那会使放因安尼，好好食穿，一定爱告嘛吼，唔免讲告啦，爱伫新的团队内底啊，决定爱提案，哦，来个禁止一交易，哦，了再好我来查，哦，这真歹查呢，想话因足侪拢藏伫以前的个人，伫阿边啊之前的是因都走一批啊，迄一批内底都真侪拢寄伫因的大陆国外。诶，囡仔的身故，像张继正，哦，张继正这是好人哦，伫中国党内底大佬，哦，做个经济财经的大佬，哦，啊，伊嘛是爱甲伊的钱寄伫伊的后生，伫美国，伫遐已经做美国人的后生的靠做，啊，中国党这款的真多啊，尾啊，咱也知影讲伊后生车祸过身去，哇，啊，这都无得吐啊，因为伊后生诶囡仔。哦，不管查甫查某的孙阿伯，因都使继承啊，继承。啊，你这种方面啊，我都去证明讲，这是中国党委托因后生，哦，张继正伊委托伊的囡仔保管的钱，哇，迄难啊，迄年代嘛未去写迄款照记啦吼，敢那迄年代有发现着中国党甲中央银行借钱，中央银行借钱是要借予银行行库呢？中央银行袂使对社团法人、政治法人、政治哦，诶，迄款团体来互借钱呢？但是中国党会使呢？哦，迄假设要留哦，留迄个向阵写，我写较足工整的吼，用迄款的呢，向阵复写纸吼，啊，会写出来，要坚固留的。啊，这是干哪？冰山的一角哦，真侪拢总用安尼算的。啊，迄内底摕去做。因选举的所用，就是买票的啦吼，啊，错啥错啥，讲迄款也是理由啦，也使讲个，这个政治团体，啊，政治团体就是
人团法内底规定的嘛，人民团体法伫内政部内底，哦，登记的时阵，像李登辉，伊做总统的时阵，又去正式登记中国国民党变作一个政治团体。迄年，张医师嘛带阮基督教医学协会去登记做头一届的这个哦，咱讲社团法人咯。后来嘛有变作财团法人，因为有财产吼。然后我讲这個意思来讲，过去。伫张医师甲李登辉前总统还未登记做内政部内底一个团体进程，阮已经几十年当中实施这个哦，家己有啥物团体团体，啊嘛爱交年费，嘛爱选举，嘛爱啥，但是咧唔免受到内政部的监督，哦，所以迄个年代在你算啦，哦，未过中国党伫迄个年代讲会使向中央银行来借钱，迄真正在你算的呢。那是1950几年的代志啊，吼！啊，阮咧登记，那是已经1980几年的代志，所以这中间40-50年以前，哇，对1980几年的40-50年，对中经过过身的钱，迄种财算的啊，所以这钱要吐真歹吐，即嘛有名有字啦吼，啊有动产不动产，有寄伫因的名的，听讲都啊过千几亿啦，所以因的利息吼，啊是多一个讲想要甲因的钱吼，摕去大家分分的吼，你当然是袂使啦，是人消费啦。哦，不管你这财团法人还是社团法人还是政治团体，无人讲内底费用会使摕去大家分分的吼。更加有甚物，恁过去有功劳有苦劳，嘛无迄款的条文啦吼，这拢违法代志。不过这是要拍因的党中央啦，拍因家己的中国党党中央所讲出来人消费话吼。啊，咱听听就好了吼。啊，即摆较要紧是讲大家小可注意了吼，咱来认真为着台湾头前的政治来行。啊，这个礼拜日咱无要伫台中二八，两点就要阮台中公园来开会，要去甲台南诶二八公园，甲台南的公益项目搞开会。你若有趣味，礼拜日下昼会使来到台南吼。啊，礼拜六对今仔日下昼两点伫以前的酒厂。有文化局的节目，讲二七部队的故事，二七部队中义人啦吼，啊加黄金岛这两个领导人拢在底下，欢迎空中朋友来去底下，多谢你的收听，再会。